他没有生育能力。说话，告诉我，小诺到底是谁的孩子？我们离婚吧。爸爸，爸爸。喂，那天我知道那女的是碰瓷的，所以故意骗他。就是啊，谁知道他这么蠢呢？ 他到底在跟谁打电话？怎么样了？还好有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